喜欢接纳来自于各国家的这种融合味道，就是它会让各种喜好的人，饮食喜好的人群感觉到不舒服。像变魔术一样，用了近50种不同地域的食材，烹饪出13个不同国家的经典美食。夏天和豪哥在澳门亲自做饭，这样的场景也许在200多年前经常发生。美食最终让远渡重洋的西洋商人找到了家的安稳，也让他们可以踏踏实实和13号的航商们做生意。